好，那简单看一下吧，我前面都比较平稳，双方哈，白棋下得很稳的哈，攻击可能也行吧。那你知道他之后那些符，感觉心情怎么感觉都跟布局就变一些浮华？没听清。我在打理他后那些符，太下来了，一个后方棋好多时候都这么走的，感觉突然一会儿都打，真的这么走起来了。我就听着李昌镐还有打他谱，他第一不让我最近起稳了起来。好，那前面确实挺稳，这基本上白棋所有子儿都在三线哈，但是黑棋位置也比较低哈，黑棋四线也比较少，但是也有一两个可能。老师，我觉得你对上将换没有什么太大便宜。比如说，在我飞的时候，就手撕一下，你先压了一下。跟我退交换，那总不是好，那总不是好词吧？你先把我这个地方压了一下，跟我退交换。然后你剩下的两个也没有太大词，压和退的交换呀，没太大词，不好说，也没太大屏。这两个人那个靠和班在那两个位置都没太大的，就那么靠了一在个。如果是这个局面下，压和退还行吧，因为白棋如果正常压，那白棋肯定是要反击的呀。再就是黑棋目前来说打入暂时不太成立了。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，但暂时不会打入了。既然没打入的话，压如果能和退交换一个，感觉还可以吧。这在目前这局面下，如果白棋右边是薄的话，那压肯定不一定便宜。当然打入也消失了。但黑棋也不有打人算发打微入了。信对局申请。前面走到这儿都很稳哈，这虎可能有点俗哈。可能不应该虎。当时担心白棋退，然后是先手什么。现在看好像白棋不会退，退黑棋可以尝这个好像。我永远不会退的，你就算抓住，我都觉得退都是亏的时候，我就是退不了，永远都不会退那个。你压一个，我还是像实战那样虎完了再去打入你，打入或者还是死。那虎可能不应该走，但我要是拿白棋，可能会退这个。我是不会退了，退跟你单交换，我永远觉得都是交换权利。今天我在想压，你压什么？如果不退，被黑棋缠了。我都有可能挖你一个，就起以后，我还有可能挖你。挖跟退的意思差不多吧，挖有总比退的强，退都把你走那么实，口干，或者我在外面补一下战术。然后白棋虎，虎这个反正也不知道走啥，不虎也不虎，反正不虎黑棋有娃是吧？然后白棋断，黑棋这儿确实是比较薄的，反正也不亏吧，这断不断无所谓的事儿，好像。我担心将来按照实战的招法的话，你可能长的会给我左边产生一定的影响，我觉断得。一个，反正白棋也不会吃，黑棋也不会跑，不反了，白棋不会跑，黑棋也不会吃。黑棋，如果再进攻的话，也不太容易攻得到，而且黑棋本身就挺薄的，将来这边好像有点薄，所以先把空围住了。然后白棋出头，这都差不多吧。刚才白棋不知道能不能虎是。
虎不虎可能也差不多，嗯。没想这些。嗯，但虎也有危险，容易被反击可能。只要能跑就成功了，我觉得只要能跑就好就是。因为我之前在右边死了，之前在右边那一串儿有那么大一个，我跑不进去。嗯，这样，嗯，但黑棋其实本身之前也不是特别厚，嗯，能这样倒也能接受。那你后面已经锁了一些石块了，你又问？嗯。哦，我觉得那上面的拖了一粒超级大，就是我觉得。嗯，那是后来的事儿啊。嗯，当时感觉黑棋还能挺能接受的这个图。嗯，之后黑棋感觉还是挺薄的，所以呢，黑棋再加强一下，让白棋抢了一步实地非常大的棋。嗯，之后黑棋吃掉这白子儿，吃主要还是为了加厚一下吧。要白棋跑这子儿，有可能是先手。就是我已经感觉到，就是说当我不断转换虎的时候，我感觉你有点气沉住了，有点。嗯，这虎是挺厚实的。上面还有点薄位。嗯，当时以为你会往这边跑呢，嗯。妈，你上面还有点子类的，这不是将来。嗯，然后是白棋顶，白棋这虎还有那个顶，下的真是够厚的了。我觉得你切不通，我再说我顶完了，后面顶完之后，你左边还是不断。嗯，反正白棋这两招棋是，嗯，这够稳的了哈，这个。这哪怕拐一个，我感觉实地也会好一些。然后走，然后挺想走别的地方的呀。嗯，反正这个那个虎我还能理解，这顶我其实就有点理解不了了。但是它有用，就是将来如果这边能杀出来，整体攻击黑棋行。如果 A 位这边能杀出来的话，挺厉害的。我不顶这个，被你顶这个，请不通过。嗯，所以大不了就拐一下，他要顶的话就能插上去，没啥事儿。谢谢我请的上面的顶，然后后来的上面顶。哎呀，这顶我有点儿，如果我是白棋，不太可能往这儿顶的，因为毕竟目数太小了。右边白棋没挡，可能担心落后手嘛，不知道。挡个爷被你便宜了。就是你是说黑棋走黑棋便宜了，还是黑棋脱先便宜了？脱先黑棋便宜了。嗯，从后来看他走也有可能，他你后来有这个手段是吧？嗯。不是，你要脱先你便宜了，这个。有人向您提出对局申请。我本来我是爬一个的，你那个班是明显的后手，现在我挡了以后一爬，你班还成了先手。本来你搬住的话，我脱先或者我挤一下就过去了的事儿，现在你搬我还得硬一个，目数也稍微少一两步棋，我挡住了。但也不好说，你外边做俩子儿嘛，还有白棋。那你实在点了一顶，我外面也做了两个子啊，至少目数上你便宜了。嗯，那既然啊，那就不能往前看了。现在就是在目前来说，如果挡黑棋脱先会走别的，那就看这两个哪个大的问题了，是吧？肯定是这个二挡大吧。嗯，对，白棋这顶我，哪怕黑棋挡一个，这目数我感觉白棋明显是亏的。挡又没那么厉害，不还有断点？挡比这个顶大呀。那你
主要那个顶是厚，但没空了。后来点，这目数倒没多大，但是这个突然把黑棋弄薄了，就是黑棋这儿出不来了。黑棋比较担心的就是白棋从这边杀出来什么的，或者如果从这边杀出来哈，将来有可能挺厉害的。所以当时黑棋也没算太多，后来看不知道能不能接这个。然后就是互相套出来了。那个顶和那个虎子已经全部都有用了吗？这样黑棋失控，上边失控要这个损一些，但也不是损的特别多，因为这个子儿救回来了。但黑棋后手，白棋先手实地还是便宜了。那白棋这两招先手便宜，还高，可能先手便宜一点吧。之后碰这个黑棋，如果联络的话，将来这边好像气比较紧。我是会杀出来啊，但是你所以就搬这个了，然后白棋吃这个。但先不说这儿的问题啊，这个我感觉太大了，目数应该说把这走掉，然后再碰或者怎么样。走到这儿的时候，应该现在顶也来得及吧？黑棋不会去吃吧？现在顶也来得及，大概。那交后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用。虽然这下边被黑棋打一下，感觉目数蛮大的吧。然后白棋这打上来，当时黑棋感觉棋还是挺薄，不敢打劫。我之前就是走后啊。而且黑棋整块棋都没活，可能。确实白棋太厚了，黑棋都没有几个劫材，可能。我就是利用这有人向人提出对局申请。所以忍一下吧，之前白棋不知道是挖好还是单粘上好，这好像是不是单粘上好一些呢？或者干脆就立下去。我当时想的也是。这目数应该会好一些吧？这被吃一下吧。我先手一，我本来挖一个，我以为你会打上面，我想先手硬直过去。这一打吃得先手实木棋了，然后这劫打不过黑棋就忍了，然后把这个补上了。这时候白棋长这个是挺大的，如果不长的话被黑棋打一下肯定不能粘呢，那被再提一下这个有点难受可能。但这个时候，就是黑棋左边，就是假设黑棋不走，白棋飞一个黑棋再脱线的话，左边不知道能不能搜刮黑棋白棋。不知道白棋有没有强硬的这种。不管你断了，我看要搜刮你断了是最好的。断了黑棋肯定弃子了。我知道你会弃子，你左边肯定得出放，感觉你左边就没了。啊，直接断肯定没问题吧？直接断应该不太怕吧？
但怕白是这种的。有人向您提出对局申请。这是反正也说不清，要从目数上来说，这个党是最大的。如果不考虑后保的问题的话，或许应该抢一下吧。哪怕白棋走黑棋跟着硬一个也没关系，可能那个党还是比中间大一些。那个党不是最大的，但是你十万的时候在右方，我觉得那个党显得变成最大了。那我十万那系列什么退回去，那都明显不是先手。都不是先手，你都硬了，那这个党确实就变成最大了，先手十路了。后这时候不硬的话，走中间吗？你那不管能打麻子顶不起啊。现在不知道走啥，主要是。走啥？我都觉得你那个打麻辣了。打拔，白棋增加一目棋，将来上面呢，这次还不能这么算啊，那就算成这样吧，这个是对黑棋有利的算法了，白棋增加一目棋，黑棋少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可以少了八目左右吧，七八目。有人向您提出对局申请。这十目棋，那。倒有可能。有人向您提出对局申请。这中间暂时没问题，或许是。但这目数也是能算的。如果黑棋挡的话，白棋角里是少五目棋的。黑棋大概能增加，刚才那是算白棋走的话十目棋，折半的话里边就算少五目吧。然后黑棋里边大概就少了十目棋吧，和这个。也就是黑棋挡大概能增加十目棋吧，白棋减少五目，十五目，后手十五目，后手十五目还是蛮大吧，从目数来说应该收那个，当时是担心这个白棋飞之类的，当时没有那个场，当时。担心这个，假设飞是先手打一个，当时感觉挺大的。我飞一个，倒不是说能搜刮你左边，但是我应该是可以在中间围一些目录出来，肯定没问题吧？就算我将来飞带你三位，我都可以围一些目录出来，没问题。但现在看，就给白棋围一些也，给白棋围一些。也未必比那黑一大，可能。实战长是，当时担心这个中间的问题。关键长自己其实是围不到几目棋，因为白棋上边左边都太厚了。对于黑棋来说，这长基本是围不到空的。长感觉实地小了一些。后来这个粘是木器价值。其实别的地方找个实木器还是没那么容易吧，这个爬倒是有可能。这爬也就是实木吧，可能。不止吧，不止。爬的话，将来算成这样吧。如果你搬一个在搬砖，你不算你搬砖。就算成这样吧。白棋这样算白棋便宜了。
为啥呀？你应该答应的，你不怕白棋吃你的。行，这样啊。这样的话我少两步，你少半步，总一样应该是这样的。这个黑棋少两目棋，黑十和黑八那两目棋没了。但是和你一目是悬着的，而我目前已经确认少两目，你这样走是少平一半目。哦，这个够细的哈，但只走这前提得结下有利是吧？你是无忧棋。无忧不是啊，如果输了黑棋也危险着。哎，你补回去呢？啊，对，先补回来是吧？嗯。那也看形势吧，这白棋有可能。白棋有可能放着不走啊。不是应该这么结算吗？这挺细微的吧。咱算目数就先这么算吧，这样好算点哈。你是不是还能够？我刚才想捡一个。有人向您提出对局申请。捡一个，你如果觉得它有利呢，更狠。你捡一个是不是还能更狠一点？你捡一个。老师。你捡一个是不是还能更便宜一点？那么算就没头了哈，这个这目数就捡一个。我敢打这个劫吗？这劫我太重了。现在只要是打劫，应该黑棋都很难打得过白棋。你一个劫台就够了，关键是这不是四个劫，关键是你两个，你一个劫台就够了，我觉得这劫太多，我怕你不是你一个劫台就够了，我感觉。确实挺厉害哈，哎，小钱好奇哈，之前我想的小飞其实还原了是吧？这小钱比较厉害。但这目数很难数，如果轮到白棋走是走这个。如果轮到黑棋走的话，那就只能算成黑棋跳下去了吧。那如果这样算有十多目了，确实挺厉害的。然后吃这两个够厚的，目数也不小。之后走这个。这个黑棋挺讨厌这个点的。开始是没想进攻的，这招棋其实在防守呢，但也是把白棋跟上边分稍稍分断了一些。但其实现在主要也选点挺难选的，不知道走啥了。后来白棋这个够强硬的。当时我觉得只要把这里先手定下行，再把底下挡了，或者把左边断了走之类的关子，就已经赢下来了。这棋，我判断不了那么细致哈，我也搞不清，反正。双方本来的目数就差不了，就是差不多。反正本来双方目数就差不多，现在我的棋应该还可能比你厚，所以我觉得只要在下面定下棋，你只要把关子一收就赢了。
现在白棋左上是十目，十四、十八、二十，右边是十、二十、二十一，左边是十、十。如果有这个地位还不好数了。如果白棋走能作为十目吧，如果黑棋走就都没有了。这是算是白棋整体算是十目稍多一点吧。二十稍多一点吧。但还不能，也就二，就是差不多二十吧。因为白棋要吃这个子儿，中间还得被黑棋有利用，但差不多是暂时算二十吧，数不太细了。那白棋六十多一点，都有23四目，我算最差了。如果黑棋走是这样的，你走一个，我要是硬，我是按照我硬里的计算了。那就输给黑棋了。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八。那算25目棋吧。25加上41。66。黑棋这儿是十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假设上白跳一个，大概是25目棋，是然后上面是十、十五、二十五。有人向您提出对局申请。上面到中间大概35吧。60，左面10目棋。你还给中间点目啊？还给中间目呀？还点3目棋？我看你还点目。给黑棋数35。那不上面加中间，你中间还有目吗？就被我给数三十五不多呀，你数数啊。而且当时给白棋这数的是二十目，如果数20目，基本把这把E之类的都数上了，那也就是32目棋。差不多吧，35加25，60目棋加左边那一块89目棋，那68目69，不是左边那一块78目棋，合计6768目棋。那么我收拾完了之后再抢个关子，赢了吧？白棋好像还不错哈。所以说这时候如果黑棋不反击的话，被白棋这么便宜一下，可能形势就不太好了。肯定还要再跳一下。所以黑棋尝出来了。尝出来最后结果，最后结果可能这个时候，黑棋贴这个，白棋靠。黑棋贴的话，当时想的是白棋冲什么的，可能当时想的可能是白棋冲过去什么的，当时黑棋如果搬，白棋走什么断？断一个，反正你搬一个，我要连过去更早。黑棋大概是这样吧。
你走这儿，我就立即把左边给断了。嗯，这样。当时黑棋贴的想法大概就是把中间走后一些。嗯。当时黑棋想法大概是这样的。嗯，实战把一顶，那顶黑棋断不了了，好像。只能这样，这样白棋双可能没啥用吧。现在如果有那小尖的手段，这个挡应该挺大的。嗯、这样白棋总体来说应该还是白棋总体还是便宜了吧？这毕竟目数上这个很实在的冲下去了。嗯，后来这几招白棋太保守了，嗯，应该是，嗯，应该往中间走一走吧。嗯，不对，那这个挡一直是最大的地方了。但是黑棋也不会那个小尖哈，即便白棋不挡，黑棋也不会走小尖。张大爷，你那个跳，我下次绝不去你那个。就我穿进去，你目数没了，可能还有保卫。嗯，目数肯定没有下边那个大吧，但可能薄一些吧。嗯。这时候我是绝对跟你开结了，老师，这不再是那个棋了，你的护栏已经没那么多了，这时候我就一定是跟你开结了。嗯。哎这盘棋大致是这样吧，黑棋。黑棋，我也说不清输哪儿了，但可能后边下的还是挺缓的，可能。周六让胡老师复一下。嗯，对你复完了再给我截几个图吧。嗯、我有点不会操作。嗯，一百，好。对你打字我大概也能看明白了啊。好吧，邓老师拜拜，邓老师谢谢。